另外一个再一个，等来咱的民众，以及来咱的大安宫来拜拜，希望咱的土地公会使庇庇咱的全台湾，会使平安，啊，大家会使健康，啊，咱来年拢事事会使顺利。即嘛是上好来咱的民众的时阵，大家有好食的物件。来到这屏东养眼，来享受一下总统故乡的温暖。那这个即将我们跟大家说，咱来年咱的行政团队一定会够出发发表，更接近人民，让我们的执政有感。啊，咱这句话一定会更奋发，一定会有很多福国利民。来通过啊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持续进步，我们的经济可以持续的进步，大家生活可以更好，社会可以更和谐。再一次恭喜，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